男友爆文采，心情 OK， 降呢自嘲测试艺人。呢期佢同求爱嘅人一样，人气极高，访问肯定做唔停啦。寻日佢一个访问到自爆，另一年参加新秀赢咗，点知千华星就执笠，咪入 TVB 做路人甲咯。三四年前试过户口得翻50蚊，要搵朋友借一嚿水顶住先，劲阴功啊！2007年拍完《法证先锋二》，就成半年冇公开添，咪去超市贴广告教人英文咯。有好多次想放弃，翻加拿大做差人就算啦。好彩总有秦沛鼓励，挨到今时今日咋。同佢一齐参加《星梦》嘅罗君满，唔知几时有出头天呢？呢期见到佢个名，都同新闻小花内讧单嘢有关。唔知佢对于女友张文彩冇被放大假，表面赢一仗有咩睇法啊？其实电视咧，应该要播落噶啦，又唔应该再去提呢件事咯。但系只赢二次，懒理公司指引，喺 Facebook 度暗示自己系受伤的炮噃。我觉得新闻部自己会有准则，觉得应该继续讲落去咯。仲话女友依家心情 OK， 问到拍拖两年几几时结婚，就话佢呢啲七线艺人唔系咁易，会努力做嘢先嘛。日本科研神奇修身，用榄酵素严选多种蔬果，帮你保持美好身段，用榄酵素震撼全城。